我是 Joey， 我是来自香港的 Joey 大祖儿。我慕名而来，来到这个世界大学运动会的会场。板带鸭舌帽、长发飘逸的大眼正妹戴祖儿，跑遍台北各大比赛场地和热门景点，就是要宣传世大运。你当我是浮夸，夸张只因我很怕。我哋而家咧就系身处呢个小巨蛋、小巨蛋嘅场地，即将举行呢个国际性嘅篮球比赛。不止介绍小巨蛋、松山运动中心、台北体育场等各个比赛场地，影片里还录下自己的好嗓音。16岁的戴祖儿 Joy 来自香港，常年居住在台北，因为热爱台湾，主动替世大运拍起宣传影片。而常常翻拍 cover 的他，早就是一名网红，粉丝人数高达26000人。要打破世界纪录了，4分28秒43，新的世界纪录，整整一秒啊！搭上台北捷运推出的世大运彩绘列车，戴祖儿不顾形象，超大尺度模仿各种运动动作，搞笑行径吸引众人目光。来到这个台北101，很帅的一个大楼，有没有？这个没 freestyle。 世大运19号正式开幕，不止台湾民众热情相挺，就连香港正妹也来共襄盛举。记者汪文轩台北报道。